喺度啊，食紧你啦，快啲啊！国成，你闻下几香？嗱，你食啊！又做咩啫？都唔知道师傅佢哋今次翻江南几时先翻嚟咧？话知佢哋啦，最好永远唔好翻嚟，唔使你三日唔系两日挨肚饿啊！拎住啦，最衰嗰个盲佬噶啦，喐啲就打，喐啲就闹，你估仲系三五七岁咩？十几岁噶啦嘛。佢就想我好啫，拎住啦，我走啦。喂，成个样咁大，我个人点样食啊？你递样啊唔得啫，食嘢你好得噶。好多部落嘅大汉嚟咗啊，要捉我爹受封大典，我要帮手啊。呢几日你都唔使知揾到我啦，你慢慢食啦，我先走啦。又话走，仲玩咩啫？行呀！哦，乜系你啊？你以为我系边个啊？以为系你阿哥咯。你净系挂住拖累嘅啫，佢只手系湿湿噶，咁都分唔出，你真系冇用啊！你睇下，整到我只手肥淋淋啊！你帮我抹翻佢啊！我都冇布，点抹啫？冇布啊，咪用你件衫抹咯，嚟啊！你唔好走啊！我是要买在你身上的。好肥的。我不理啊。喂，郭靖，你做什么？美方不是有黑郭靖吗？不得无礼，安踏他来了，还快点过去请安。是啊爹。十五合大汉，双坤大汉，华珍，冇见咗你几年，大个咗，靓咗啊！华珍公主，你系？你唔认得我啦？我系都市啊，我哋好细个已经玩埋一齐噶啦。我唔记得喎。都市啊，你哋咁耐冇见，出嚟骑下马，打下猎啦。好啊，华珍，我哋去咯。我唔得闲啊。郭靖，我哋走啦，嚟啊，快啲啊！康啲个女啊，一向好任性噶，你哋千祈唔好见怪啊！唔会唔会。启禀大汗，金国两位太子已经到咗七拉河啦。哦，传令下去，准备迎接。拜拜！
小心啊！哎呀，本王爷嘅上钱，你敢竟然跌落地下啊？快执翻佢！快啲执翻佢！三哥，正义，休得无礼！铁木真，你嘅部族嘅欢迎仪式真系别开生面嘅。三哥。父王叫我哋嚟，系表扬大汉对我哋大金国嘅忠心，唔系叫我哋嚟惹是生非。哦，陆太子言重，系佢哋不知礼仪，以下犯上。三太子，请多多巴下。两位太子，请。我爷王汉是铁木真的义父，我叫郭靖啊，我识你啊。呢场表演实在太闷啦，不如我哋一起出去玩啊。等啲金人见识下咩叫摔跤。唔好啫，郭靖，唔好理佢。华珍，你放心啊，我会锡住佢嘅。喂，喂。道士，乜你咁重手噶？道士嘅摔跤术真系越嚟越进步。正义，你冇事啊嘛？报告大汗，乃民族使者求见。叫佢入嚟。系。我睇你两位一定是金国的太子了。不知乃蛮大汉
叫你嚟有咩贵干呢？乃蛮大汉叫我嚟话你知，金国太子封官俾铁木真，而唔封官俾我哋，分明就系睇我哋乃蛮大族唔在眼内。你哋想点？咁我就话你知啦，我哋乃蛮大族嘅50,000壮士已经住喺半里之内，如果听日日出之前仲唔封官俾我哋大汉，咁我哋就将呢度夷为平地。兩位太子最好就好自為之啦。你唔就得啊？有啦佢。你點解唔出聲？而家點算啊？點算啊？唔好咁衝動。唔係啦。我哋冇谓冒犯佢哋啊，不如封俾佢哋算。唔得，我哋堂堂大金国，如果俾啲区区野蛮人威胁到，试问国威何在？以后我哋点可以服众？唔系点样？听朝日出嘅时候，佢哋已经杀到入嚟啦。两位太子，请放心，你哋既然嚟到蒙古地方，蒙古人一定会保护你哋嘅。冇错啦。其实区区50,000个乃蛮人唔系难对付嘅啫。唔知桑坤大汗有咩高见？系咯，有咩办法啊？我哋嘅部族离呢处只不过系20里，只要我派两个勇士突围而出，走去请救兵嚟，咁就唔好讲话50,000乃蛮人，就算系10,000、20,000。我哋都好容易對付佢嘅啫。嗯，冇辦法。咁你即係叫佢哋嚟啊？好。但係，嚇，你驚我嗰兩個勇士唔能夠完成任務咩？呢兩個係我最好嘅勇士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。你哋放心，聽朝之前。他们一定会带好消息回来的。是不是很痛啊？我没事了。华珍公主，你又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各兄弟的伤好了没有。是你暗算我先的。我暗算你？你不如说自己蠢，咪仲贴纸。你即刻出翻去啦！好，我讲完几句，我自然会出去。我依家先明白宋朝半边江山点解会落喺金人手上。原来就系啲汉狗个个都系咁蠢，个个都冇用，怪唔得知啦。你侮辱我哋汉人，我侮辱你系点啊？你以为自己是乜嘢？你只不过是一个汉狗，冇用的汉狗。我不准你再讲啊！我再讲又点啊？你不要以为啊，你住在蒙古就可以占到蒙古的江，你始终是一个亡国奴。到时我叫你而家即刻走走啊！你走啊！华珍公主。你对我不好，我不介意。不过我奉劝你一句，你同啲汉狗喺埋一齐，始终系一件有辱身份嘅事嘅。你即刻出去！告诉我，我们汉人是不是真的这么没用？国政，为什么我们汉人一生出来就被人看不起，被人欺负？为什么？
喂喂，你两个仲喺度做咩啊？出面发生咗大事啊！快啲出去啊！抬佢哋出去。又会一定请到救兵，而家咁，咁点算啊？我睇唔系，我哋封地俾佢算。我再讲一次，唔得。咁，两位太子，事到如今，不如同我哋决一死战。但佢人多势众，我哋好危险噶。冇错，佢哋虽然系人多，而且个个骁勇善战。但是我很清楚他们的民族性，他们只不过是有勇无谋、全无组织的乌合之众。不知道大汉有什么高见？汉人的兵书有说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你的意思是？根据军情所报，他们是兵分左右两路，每一路是由一个乃蛮率领。我们只要派出两个神箭手，分别射杀他两个。就要派去行刺乃蛮人，咁一定九死一生噶。华筝，你知唔知道
能够负起一个咁重大嘅任务，系一个无上嘅光荣嚟嘅。阿哥啊，咁你又知唔知啊？如果阿正有啲咩不测嘅，佢娘亲会伤心成点？你嘅妹又会点啊？或者佢要安全完成任务翻嚟咧？点会啫？你都知阿正份人噶啦，佢人又蠢，武功又差，边度会有奇迹？阿哥啊，你系阿正嘅安达嚟噶，唔到你忍心见死不救？蒙古咁多勇士，点解一定要佢去啫？但系佢自己一定要去，我都冇法噶。阿哥，你一定有办法噶，你救阿正啊，你救下佢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真系有办法啦？嗱，呢件事你应承我，千祈唔可以讲俾阿听听。唔系你同我都唔掂啊！得啦，咩办法啊？你知唔知一支箭嘅羽毛，无论多咗啲或者少咗啲，都会影响呢支箭嘅速度。正所谓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咁你意思即系喺佢支箭度做手脚？謝謝，唔該，謝謝。嘉靖，仲未到你啊？就快噶啦。阿靖，到你。呢支箭系草原部族嘅勇士先有资格用嘅，你配咩？垂死存族啊！就算佢成功啊，亦都会惹人笑柄噶。你哋话系咪啊？系喎，华真啊，讲得啱啊！
我哋唔应该将全族人嘅性命放喺异族人嘅手上嘅。启禀大汗，乃蛮族人虽然有四万大军，喺黄黑汗山脚扎营，随时会向我哋进攻。大家听住，郭靖虽然系汉人，但系从佢出世嗰日开始，食鸡羊肉，饮佢马奶，佢我心目中同你哋其他人冇乜分别，都系我铁木真嘅好子民。正义，如果你良心唔反对嘅，我呢把弓就属于你。时间无多，速去速回。娘亲，你知唔知我点解一定要去？我唔甘心再俾人叫做汉狗，我要成个草原嘅人都要知道，我哋汉人系有用嘅。蒙古人可以做嘅事，我哋汉人一样可以做到。娘亲，你俾我去啦！大汉对我哋两母子咁好，今次就算系我报答佢嘅好机会啊！嗱，你成日教我话咩受人恩果千年记噶，就算我今次任务失败咗，你唔好再讲落去。娘亲，好啦，你去啦。我哋大家都会平安无事的。其实有咩说话留翻你翻嚟先至讲啊？翻嚟啊！
国静，国静，华珍，国静，我以后以后都不会再见到你。请问你呢度发生咗咩事啊？哦，天目真大汉同乃曼人交战，你哋真系唔知？听讲大大话话死伤咗三四万人添啊！这次乃文民族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铁木真将他打落花流水。皇帝，呢粒珍贵的人心是铁木真托我送的。他知道夫人身体不好，特登送给他补下身。他又怎知道昔若身子不好？他何止知道夫人身体不好，还知道你对他如珠如宝。铁木真真是懂做人，不枉我来拆封给他。是不是你跟他说的？什么我说的？铁木真对我们恭恭敬敬，刻意奉承。他自从知道我们来之后，就千方百计打听我们的喜爱。佢昨晚佢仲送咗个女奴嚟俾我，相当唔错嘅。嗯，铁木真心事细微，野心勃勃。如果俾佢统一大望，咁我哋大金国就难以安枕。诶，铁木真对我哋恭恭敬敬，我量佢都唔敢咁做。况且我哋大金国人强马壮，国运兴隆。如果铁木真有咩疑心嘅话，我抵佢都系自讨灭亡嘅啫。唉，佢目前就唔敢咁做啫。但系如果再唔理佢，俾佢继续扩张势力，皇帝，你何必庸人自扰啫？以我估计，如果铁木真嘅势力越强，对我哋大金国越有利，佢可以帮佢把守乃民民族。到时我哋大金国就免咗后患啦。王爷，有嚟，已经准备好啦，随时可以起程。你哋去边度？哦，冇，揾个姓郭嘅后生仔倾下偈啫。诶，皇帝，以大金国太子嘅身份，你唔系同佢想打交道？我哋大金国就缺少呢啲唔怕。